鬼阿诺的频道。那这里呢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阿诺的训练影片以及我的训练动作分享。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五年前大概就是21岁大三的时候，一些比赛的过程、备赛训练分享，还有一些简单的饮食分享。以前有追踪过我的人都知道，就是说我以前是脚力选手出身，那是到大学才开始慢慢接触一些健身啊、健美的比赛这样。那刚开始在踏入健身圈的时候，我也很幸运呢，就是有比较资深的前辈来带我做训练。比如说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遇到的教练就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老前辈，他是一个奥运的举重国手。那他简单的带我做一些入门的训练。那到了中半部，刚好遇到了一个台湾健力国手，也是到处出国比赛拿过世界第三的黄龙兴教练，那带我进入健力圈，稍微锻炼过一小段的时间。那再来就是很荣幸遇到了我的师父，就是梁龙玉。那他是我们台湾 IFBB 的 Pro 职业卡的选手，对，那他是比较轻量级的。那很高兴由他来带我训练。那其实在跟他锻炼的一年当中啊，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快。他的训练强度啊，因为我以前是体育班选手出身的，我以为我的训练强度是有办法跟上的，但没想到在跟他练的时候，好几次都差一点练到吐。那他的训练强度真的是非常的强，那我也在当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慢慢开始由他来带我踏入健美比赛。其实刚开始在比赛的时候，观念还不是很好，那减重效果也不太好，所以比赛的成绩并没有达到特别的理想。那主要是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21岁，那时候可能就是我在大学时期的一个巅峰状态。那时候参加了大专杯以及总统杯的健美比赛。那我总统杯参加的是社会组，以我的状态来说，在天然的训练下，以我的训练年资要去对抗那些老前辈啊，还有比较资深的选手，基本上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就是拿到了社会组的第5名。那在同一年的大专杯，我拿到了85公斤减的第3名。我的师父当时有去看我比赛，他说如果我的肤色可以再上得好一点的话，或者是晒黑一点的话，或许我的名次可以更好。因为我以前是不上肤色剂的，就是靠晒黑，那基本上我的皮肤算是比较白底的，所以要晒黑基本上有一定的限度。 OK， 那再来就是谈到我是怎么备赛的呢。基本上我是一周练6天。那我的练法呢，我是第一天排腿，第二天排胸肌跟背肌，超级组一起练，我觉得效果非常好。那再来就是肩膀跟2、3头，对，那腹肌的话当时是每天练。那一周练6天，那至少会排4天的有氧运动。那有氧的话呢，就是每次的有氧都是40分钟。腿部的训练呢，也尽量就是以超级组或者是大循环接在一起做。那基本上超过3个动作以上呢，我们就会叫它大循环，就会是比如说深蹲啊、硬举啊、腿推啊，还有早安运动等等之类的动作搭在一起为一组，然后这样去跑一个循环。那这样子对减重来说非常的省时间，然后你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好，那再来是胸肌跟背肌一起练。其实因为两个都是大肌群，所以练起来啊相当的累，那效果当然也是相当的好。再来就是手臂的部分，就是肩膀跟2、3头可以再专注在手臂上面的一些刻画。那胸肌跟背肌的搭法，我可能超级组会是搭胸背背或者是胸胸背这样子的去做一个配合。那有氧运动，其实如果说一周4次的有氧，我会分2次跑步跟2次飞轮。那当时的跑步都是以室外为主，那时候的有氧啊，基本上都是选择在重训后，那有时候可能会选择早上起来空腹有氧。有当过选手的都知道，那备赛其实非常的辛苦，尤其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易胖体质，就是
实我吃什么很容易就脂肪就油起来，肚子就油起来，腹肌就不见了。基本上在饮食上面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可能有很多的饮食法，168啊，生酮饮食，碳循环。那当时的用法就是单纯用最一般的水煮餐，就是没加任何调味料，甚至连盐巴都不加，饭量基本上是没有减少的。以当时来说，因为当时摄取的东西太清淡了，我还是必须摄取一定的热量来提供我高强度的训练。那基本上即便有外食，跟朋友去吃火锅店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我的汤底就是选择热开水来 Oh no 来做一个汤底，就是不做任何的调味。我的饮食控制到比赛的最后四周才会是把碳水化合物整个降到剩下低于50以下，那当然还是会摄取一点点的碳，那基本上量非常少，尽量不会超过50克，那一直维持到比赛前，然后才去做冲碳的动作。那不管是什么饮食法，最重要的还是热量的控制。对，如果你热量的控制的不好，那基本上啊，你用任何的饮食法，效果都是被打折的。那再来就是你的运动强度，那基本上你的有氧运动建议每周至少超过三次以上的有氧运动，那每一次的有氧尽量都超过40分钟以上。对，那其实那一年真的非常辛苦。那其实直到大学毕业后一直到现在，状态应该没有到这么好过，因为我当选手的时间太长，可能从国中、高中、大学一直到毕业后，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少比赛，那状态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调到像之前这么好，因为生活重心的改变。对，那我也希望说就是借由今年，那年底我也即将要进入婚姻，对，要准备结婚，那我希望可以借由我自己过来的一些经历，然后把我的女朋友跟我自己的状态看能不能重新调整到最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